各位网上的嘉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的公开讲座。请留意讲座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全体静音和关闭视讯功能，确保讲座秩序，避免影响他人。嘉宾演讲之后，观众请在聊天区的提问链接写下你们的问题，嘉宾将做解答。那今晚的讲题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管理类型与问题分析，由华南农业大学何方耀教授演讲。中国佛教从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开始，2000年来在中国传播发展，它的兴衰变化都有各种内因外缘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寺庙的起伏兴衰。虽然历代祖师大德累积了丰富的寺庙管理理论和经验，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近30年来内地的佛教事业飞跃发展，甚至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被用在各个方面的研究。然而寺庙丛林本身的管理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讲不外乎对人、财物、资讯、文化等因素的管理，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所以这一次讲座主要以广东省佛教寺院实地调查采访的一手材料为依据，分析当代佛教寺庙的管理类型，总结出佛教寺庙的恢复发展过程出现的七种管理模式。这七种管理模式有的曾经大量存在，有的已经基本消失，有的在新的形式下改变形态，有的依然存在着。讲座还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七种管理模式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原因以及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并检讨类型划分的意义和七种管理模式对当下佛教寺庙管理的影响。那现在我们先请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煌教授来介绍嘉宾，有请陈教授。好的，谢谢我们主持人一梦。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个五月份我们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举办四场文化管理系列讲座，今天是第一场，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何方耀教授来跟我们谈汉传佛教的寺庙管理的问题。那么何教授他是现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的历史系教授，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以及院学术委员会的主任。那么何教授同时也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那他也兼任了中国宗教学会的理事，广东宗教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的学术委员。而最主要是何教授的研究领域，他在于宗教、历史、文化等等方面，这方面的著作将近10部，以及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100多篇。那尤其是对这个弘法高僧的群体研究，这些高僧群体从这个南海丝路的红船情况，何教授对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佛教管理。何教授前年他刚出版了一本专著，叫做当代汉传佛教的寺院管理初谈，那就是专门在探讨当代我们汉传佛教的寺院管理。那如果各位观众对于汉传佛教寺院管理有兴趣的话，这部著作是值得拿来读一读的了。那么今天何教授的演讲内容大体上是依托这本专著来讨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其中是提出七种类型的寺院管理的这种形态。当然类型的划分有它的意义，我也觉得很有趣。我在看到这一部著作的时候，经他这样一起这样的一个分类，就让我们恍然大悟。
很快的就了解中国内地这个寺院原来有这样的管理形态啊。当然，这样的管理形态带给我们怎么样的醒思，乃至于中国汉传佛教未来的发展，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修正路径呢？啊，都是我们关心中国汉传佛教的人所想要知道的。那么其实何教授在这一本著作里有一些敏感的地方他也提到了，大家都知道做这样的研究常常会有一些地雷啦，我们常说有地雷啊。那么何教授呢，他其实对于这些敏感的地方也谈及了，那我不知道今天何教授会不会只是避重就轻的来谈，或是说以点到为止的方式来说明一下。不过无论如何，等一下还有那个问答环节，各位可以继续的去追问。当然追问不到的话，就去请购这一本汉代当代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初探，来一窥究竟吧。最后呢，我要引用那个黄夏年教授为这一本著作写的序，他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提到，他说这本著作有勇气直言书说啦，直面坦诚不护短，为后来者做出了榜样，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素材。作者采用管理学思路来研究佛教的寺庙管理，是值得肯定与重视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何教授来为我们讲述中国汉传佛教寺庙管理类型与问题分析。我们有请何教授，谢谢。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各位同修、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陈教授的介绍啊，其实陈教授介绍有点言过其实了。我对这个管理问题呢，是越研究越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因为刚开始觉得佛教寺庙管理嘛，那很简单的事，出家僧众他们怎么管理，怎么分两序，怎么样设置堂口。那所以说你走进去之后的发现，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一回事。所以呢，我先还是用这个共享屏幕把这个我做的课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的题目呢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管理类型与问题分析。我先说一下这个研究的缘起啊，为什么选汉传佛教，而且是以广东为中心。我们知道呢，这中国佛教实际上是三大语系都有，而且对我个人来说呢，从我的经历来讲，我对藏传佛教也不是一无所知，因为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大学刚毕业，在西藏去待过5年时间，将近西藏的拉萨，拉萨的佛教寺庙，泽东寺、色拉寺、这个大昭寺、布达拉宫，我就在布达拉宫的后面，所以对藏传佛教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也有实地去做过调查，也和当地的喇嘛有交流。虽然我没有学好藏语啊，但是之所以选择汉传佛教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汉族地区，中国的佛教的主体还是汉传佛教，而汉传佛教的问题呢是特别的引人注目。同时呢，藏传佛教和上座部的佛教，他们在文革的时候呢虽然也受到冲击，但是毕竟没有就是完全从社会生活中消失。汉传佛教呢，大概在文革的10年基本上是从我们汉族的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了。可以说没有一在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没有一座三宝俱全的寺庙。广东为例呢，广东的省会广州号称有5大丛林，当时的5大丛林没有一个是多为佛教寺庙。记得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啊，曾经说想要来广东看一下，那广东当年的佛教协会的会长，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任会长，叫做云峰长老，他已经往生了。他去年出版了一本诗集，
他在诗集中也透露了，当年要接待外国的外宾来参观广州佛教寺院，来看一下中国僧人，他当时已经不是僧人了，他在这个接待时候呢，要奉命穿上僧人的服装，扮成僧人来接待，陪同领导接待外宾。也就是说呢，那个时代没有僧人，也没有寺庙。那改革开放之后呢，佛教寺庙才慢慢开始复兴重建。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当年的重建，似乎觉得这个寺庙的恢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其实当年却经过了非常多的坎坷，有的寺庙的重建和复兴曾经惊动了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出面干预，才得以兴建恢复。比方说广州的光孝寺，现在是广东省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办公地，当年为把光孝寺恢复为佛教的道场，广东省委为此都开了40次会议，问题一直卡在国家的文化部坚决不同意。他们的理由是光孝寺是文物，和尚们不懂得文物也不会保管好文物，所以一直惊动到当时这个中办的主任，就是现在我们习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由他拍板批示之后，这个光孝寺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到佛教寺庙好像非常兴盛，那呢兴盛到已经有点泛滥的地步。其实他们佛教寺庙的复兴大就是在改革开放1978年到今天的40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而这40年时间内，从没有佛教寺庙到慢慢的复兴，到今天有点泛滥，管理出现种种问题，中间走过了这40年的路，其实回头看是很短的一个时段。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形态呢？其实中间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关注管理问题大概是在2004年左右，受广东省佛教协会的委托，他们有一个佛教广东佛教的杂志，有个栏目叫林表丛林，来介绍这些丛林著名的寺庙。那时候开始接受调查的这种佛教寺庙，后来就拿到了国家课题来研究这个汉传佛教寺庙的管理。那刚开始呢，觉得自己我要看看这个百丈清规，看看这个来国法师编的寺庙规约这些著作，然后去找些出家人去交流调研，就能解决问题。但当我走进寺庙之后，发现管理者或者寺庙的主人并不都是僧人，所以这个佛教寺庙呢，在中国在广东同样都面临着很复杂的情况。那今天的寺庙的数量是很多的，我们好像电脑出了点问题。何老师，你要播放全萤幕之后才有办法超连接。对了，这个广东的佛教寺庙大概是1986年第一所佛教寺庙叫六如寺，我刚才讲的云峰长老就是六人处住持，他也曾经来过香港的大屿山，在解放前啊，就是建国前，后来呢就回到广州六如寺。文革的时候呢，他成了工厂工人，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呢，是他经常换下工装，穿上僧人的衣服，参加政府官员接待外宾，来扮演和尚。其实那时候他不是出家人。那第一所寺庙呢，就是由他住持的六如寺开放的，那也是为了外宾接待的需要开放了这个寺庙。那后来呢，就慢慢是改革开放，僧人开放的时间多了，到2000年有962间，到2017年那有这个1500多座，这还是政府正式登记统计的了，那还有好多小的寺庙可能没有统计其中。
到今天大概广州的佛教寺庙应该说已经接近了2000座，因为有些正在建设之中，有些在建立过程中因为不符合手续停下来了。我看到过很多规模很大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停下来的寺庙，所以广东的佛教寺庙有1-2000座之多。那这些佛教寺庙呢，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觉得呢，这都是和尚们在管理，我要跟他们去交流来去研究。但是当我走进之后呢，发现呢，佛教寺庙其实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今天演讲的这个类型的划分，其实是有七种的。哪七种呢？私人自主管理的这是一种，然后政府管理的，这个公司管理的，深商合作的，圣政合作的，然后私人管理的，然后还有政界、商界和僧人联合管理的这七种。那这七种模式呢，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清规戒律寺庙管理的百章清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佛教协会公布的寺院常住的这些基本的管理条例，那只有第一种才是合理合法。那剩下的这六种呢，其实它都存在，虽然它数量不一定是很多，但是呢有的是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这些管理类型呢，它是随着它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段出现的。不同的寺庙，它在恢复这个佛教寺庙的过程中间，重建新建过程中，由于时间、地区、投资方的差异，管理结构中各方的权重不一样，所以寺庙中的话语权就不一样。所以有的寺庙它复建之初完全没有僧人参与，就是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的领导当年恢复这个寺庙的时候是冒着风险的，因为在80年代初恢复一座佛教寺庙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直到90年代广州的大佛寺啊，这个药师方丈从台湾请了好几部大藏经，然后呢，为了这个把这些大藏经呢送给一些文化单位，送给一个研究机构，要广州市的地方局办公室送去之后，那别人觉得是一个资料，但是呢，这个就受到批评，说你作为宗教的书记是不能随便出的。所以可见80年代初改革刚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恢复一座道场、一座寺庙是有政治风险。那政府管理者冒着风险恢复了一座寺庙，而且在恢复之后的很多年是没有出家僧人在那里，后来才有出家僧人。所以在管理的这个体系中，政府部门有了自己的话语权，那这个呢也是有它历史原因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一下这个汉传佛教寺庙它的类型。那不同的管理模式，刚才说了它有不同的原因，有时间的因素，也有空间的因素。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时间的因素造成的不同的管理形式、特点、管理类型。我们知道中国佛教第一阶段大概按照我的看法是1980年到1990年的这10年，就是所谓的80年代吧。现在很多人很怀念那个年代，有的人说我们以为那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的好时光的开端，结果呢发现那已经是顶点。就这个阶段呢，中国的佛教寺庙呢大概是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和尚们、出家僧众们都已经在社会上消失了，或者他们有的在还俗了，有的可能在劳改农场，有的可能已经成家了。比如说以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云峰长老，后来广东省佛教协会的会长，他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嘛。那么以我们很熟知的深圳弘法寺的创建者本焕长老，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在韶关的一个农场里面接受劳动改造，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把他请出来。所以深佛法深
在当时都没有了。佛教寺院有的建筑物还在，但是已经不是佛教寺院了。比方说以广州市为例，光孝寺是广东省文化局广东省博物馆，六榕寺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博物馆，潮州的重要寺庙比方说开元寺是广潮州市的文博单位占用，我们很熟悉的六祖坛经慧能说法的地方这个大建寺在韶关城中，当时是一座工厂的厂房，直到这个2000年左右才清理出来重新开放为使用。所以大概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依靠政府相关部门要落实宗教政策，落实第一个是人和地，就是要找回这些出家的僧众，然后收回房产。因为年代久远，经过文革那些房地产证所谓的红线图都没有了，要收回这个地产在这个大城市特别像广州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是很多寺庙呢是要经过当时主管宗教的还不叫今天的宗教局，因为宗教局在文革中也被砸烂了，不仅砸烂了寺庙，而且砸烂了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所以宗教部门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是跟佛教寺庙一样同步来恢复的。所以一直到寺庙恢复的过程中，那政府的支持恢复的还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宗教管理部门，就是民宗教事务委员会宗教局，而是党委的统战部的宗教科或者宗教局。然后通过统战部经过省委常委会来开会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比方说广州的光孝寺，从这个1978年一直到1986年年底，经过了大概8年的抗战，惊动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就是习近平书记的父亲做批示，然后在最后拍板把它收回佛教。收回来之后，当时中国佛教协会非常重视，赵朴初会长亲自推荐本焕长老来作为这个寺庙的重建的负责人。所以那个过程呢，像光孝寺在广州城中间周围都是商铺，要把这块地方收回来，一直到90年代还有将近70户住户住在光孝寺的范围里面，要一户一户去回迁去谈判，所以那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时的和尚们回到寺庙之后，在80年代他们还是被社会上认为是一些迷信的觉悟低的人，说他们基本没有话语权，所以依靠政府来帮他们落实政策，找相关部门收回这个房地产，收回房屋，然后去找关系，然后是当时的和尚到了广州市还要迁户口上户口，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一系列的东西离开政府是不行的。所以那个阶段的几乎政府是主导，为了收回光孝寺，当时广州常委开会，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叫林若，省委统战部的部长叫郑群，这两位我都很熟悉，我也采访过许多次，他们两个都是东江纵队的司令政委，郑群还是东江纵队的四支队司令，两位都极力主张收回光孝寺，但是一直都省委做出40批示都无法收回，最后是经过中央就是习仲勋副总理才收回。所以那个时候政府花了这么多的力气，而且政府当年为恢复光孝寺拨了将近4000万，80年代初的4000万来恢复来收回来，然后又拨了将近2000万来为这些迁出的住户来建办公所场所住房。说政府是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宗教部门统战部门费了那么大的精力，那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一定有话语权。因为这个光孝寺是本焕长老这样为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的主任在这里主持，又在广州这么一个大都市里面，所以在恢复之后的政府的管理力量话语权慢慢的他就退出了光孝寺，曾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在光孝寺的建设中政府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所以在初期政府就很有力量。到了九十年代之后，1995年之后，那建寺庙成为了一个社会上比较时髦的或者有利可图的这样一个事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叫宗教搭台，经济畅行，各地就纷纷来建设恢复寺庙，作为旅游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景点。所以寺庙呢，在这个九十年代以后呢，开始蓬勃发展。有时候他们是受益者，因为政策的推动；有时候又是受害者。比方说，像少林寺，它被香港的棕榈承包了。那少林寺就在景区内，好多人认为少林寺收门票，为什么还打包上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和尚们要打包上市，而是操作那个公司以及公司背后的地方政府，希望这样做。所以一些民间资本也介入了寺庙建设。那有的寺庙在恢复建设过程中呢，是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所以在寺庙管理中也出现了民间企业和地方势力的身影。所以这个不同的管理模式，它不是说强加给他的。我们知道任何的事物都是演化演变的，原来基础上没有什么突然出现。所以从这个空时间来讲，它是有它的发展的脉络。那么我们从空间来讲呢，不同的地域特点就导致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仅仅广东这样一个地方啊，我们心目中的广东觉得它是广东是个富的地方。大家经常说一个庞大的俄罗斯其 GDP 还没广东多，那广东是很富的。其实我在广东的所有几乎地方都跑遍了，广东也有很穷的地方，穷到什么程度呢？穷的学生都没有宿舍，老师也没有宿舍，学生中午是自己带饭，满山遍野的搭临时的这个灶去煮饭吃，穿的衣服全部是捐献的。越北越东越西，这地方跟我们所通常说的坎通广府差别非常大。说不同的地域也导致了不同的管理模式演化的脉络和它的历史必然性。像广州、深圳、潮州这些大都市，那寺庙开放管理往往比较规范。我说过刚开始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政府也有话语权，但是因为这些大都市呢是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是新闻关注的焦点，那这些寺庙呢往往也成为关注的热点。那这些寺庙在政府呢在管理过程中呢，往往他会主动的，至少在表面上要把权限放给这些管理的僧众。再加上这些地方的寺庙往往都是这些佛教界非常有影响的高僧大德在这里管理，他们的话语权比较强。比方说本欢长老，他在到光孝寺的住持的时候，他直接给叶剑英写信，直接给林若写信。那叶帅收到他的信之后也非常重视，因为知道他在佛教界的分量。那像这样的大德长老在这里住持，寺庙的又在恢复之后，政府和恢复者的势力就慢慢退出寺庙，所以管理就往往是比较规范的。在风景名胜区的寺庙，往往它也是在政府的干预下才收回来的。收回的过程中，政府也留下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有些地方呢，它在寺庙中就有了发言权，有了管理的力量。那些中小城市的寺庙，政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小城市因为关注力焦点比较少，人们也很少关注它，所以政府在那里的作用呢，往往一直延续下来。像越东、越北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的中小寺庙，当时在恢复寺庙过程中，佛教协会没钱，佛教信众、出家僧人也没有经济实力去建这个寺庙，那当地那些第一批逃到京的那些企业家，他们如果有佛教情怀的或者是佛教信众的，他们就是承担了这个寺庙福建重建的这样一个任务。在建筑的过程中，他是把自己的身家可能全部投进去了，然后投进去之后呢，他就希望这个寺庙能给他带来收益。因为这也是小寺庙偏僻地方，所以在家居士和投资者在这个寺庙中管理中就拥有了发言权。所以我们看在不同的管理类型呢，
它实际上有它的历史渊源，我们也可以说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所以导致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寺庙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是都是僧人之主角在那里管理寺庙。其实这个现象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的佛教的历史，历史上也有，历史上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内道场皇家的寺庙，那肯定最后的话语权是朝廷的，还有这个政府在某一个地方捐建的或者皇帝赐建的寺庙，它其实也是僧人没有多大的管理权的。以广州为例啊，广州现在有个大佛寺，其实在清朝初期平南王尚可喜就是把大佛寺作为自己的家庙来建的，寺庙的建筑样式都仿照京城的样式，建筑的风格管理人员那都是由尚可喜说了算，说这个他的家庙那可能起重要作用的管理者实际上是尚可喜，其实尚可喜下面的一个当家叫金光训，是他在起主导作用。所以这个佛教寺庙僧人管理，纯粹的这种僧人管理可以说从古至今都没有存之又存。那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呢是个特殊的时期，而且是社会转型时期，所以出现这种种情况呢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和社会人文地理环境塑造了这样一种管理的模型。这就是为什么说呢这个汉传佛教的寺庙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七种寺庙的管理模型，它的各自的风格特点以及它的基本分布，它现在的情况。第一类是僧人自主管理型，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做佛教世界 寺庙应该的模样。那这种寺庙呢，管理类型的寺庙一般是由出家僧众根据佛教的传统和仪轨，那就是选聘选任住持方丈，礼聘两去大众，对寺庙呢僧人这个是对寺庙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这就是我国相关宗教法规规定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国传统的丛林制度一模相承的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建立寺管会，因为当初呢曾经要求各个寺庙建立事务管理委员会，这寺管会还是实行方丈负责制，它的管理的主体都是僧众。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学者的印象中或者在我们这个研究者印象中的寺庙的典型。如果说这种寺庙的管理呢在文献中哪一个管理的模式是最完备的，我手上有本这个叫做禅林寺寮规约，这本书呢是扬州高敏寺的方丈来果大和尚编的。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到这个佛教寺庙当年的管理是每一天干什么，在前一年上一个季度上一年就已经规定出来。它里面细到什么呢，那个寺庙的出家僧众和尚们收到信件该怎么拆封，这个来果法师都有规定，所有僧众的信件必须由方丈拆开，看过之后觉得你该看的才给到那个收信人，如果觉得你不应该看的方丈就不给你看。而且他规定所有的寺庙的所有活动，所有的和尚都不能聘请义工，我们今他那叫小价价格的价啊，所有的和尚们都不能到扬州市去。那这些管理的条例呢，我们今天看起来呢可能觉得呢已经不合乎现在的这个法规了，比方说私拆别人的信件方丈有这个权利，但是也说明了当年这个寺庙的管理僧人的管理是多么严密啊。那个僧人自主管理型的，在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大概两种类型的寺庙是这种。第一种就是我说的大城市的大丛林，那些
特别有名的长老，他们住持的寺庙，往往他们的能力，他们社会资源，让他们呢按照传统的管理模式来管理这个寺庙，这是第一种。这种呢，大概是政府或者说社会花了精力金钱收回来交给这些大德管理，比如说光孝寺、六榕寺等等这些啊，开元寺、潮州的。还有一些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完全由出家人他自己新建的，像广东有个寺庙叫六祖寺，它的方丈叫大愿方丈，那个寺庙就是由他亲手一片瓦一块砖建起的。广州的梅州有个寺庙，一个女众道场，规模非常宏大啊，可能有的学者去过，叫千佛塔寺，那里是片瓦不存，只是发现了一个残存的铁的千佛塔。那里有个出家比丘尼师父叫明慧法师，是个女众，他在那个基础上一块砖一片瓦开始重建了整个丛林。这些僧人们完全靠自己力量重建这个丛林，就基本上没有给政府和相关投资方留下任何活动的空间，所以基本上都是僧人自主。这种私人自主管理的寺庙，应该说在这个整个广东或者全中国来说呢，应该说是占多数。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比较规范的管理模型啊。第二种呢是政府主导型，也就是说完全由政府相关组织相关领导来管理。这种在我们心目中呢可能觉得它不合法，但是它却存在。这也是我们在做研究中碰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我们也认为怎么会有这样的管理模式出现呢，而且在政府许多部门想干预，包括当时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干预下，他竟然都一直保存着。那这种类型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情况啊。这种呢寺庙呢虽然有僧人住持其中，按照佛教的仪轨举行法事活动，但是寺庙的管理基本由政府相关人员组成。那个相关人员呢大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做寺院管理委员会，或者叫风景区管委会，来管理这个寺庙。那这种寺庙呢是以汕尾市陆丰县碣石镇玄武山的圆山寺为代表。这种政府全权管理宗教场活动场所，宗教职业人士即出家僧众出入雇佣地位的这样一种模式，它虽然不多，但是呢它也是存在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山啊，我准备几张图片。这个玄武山呢可能有的学者和朋友呢不是很熟，因为这个寺庙呢可能在佛教道场中它不有名，这是它的山门啊，其实还是蛮有实际的。它是在陆丰县的碣石镇，那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在明代是个重要的卫所，是个海上的重要的关隘。这是它寺庙的主体建筑，它这个福星塔，这个塔啊是当地说特别灵验。那这里头有一个戏台叫白字戏，当地的土话就是潮汕话的剧种在这里演出。然后这个殿堂看起来不是很高大啊，殿堂里面这个寺庙我去了应该是三四次，里面供奉的有的释迦如来、孔夫子、这个玄天上帝，还有马祖，这些民间神灵都有。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它是个道教的为主的。我去采访去调查的时候呢，这个镇的副书记是这个寺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我在整个调研参观的过程中，他几乎离我是半步不离，一直陪着我，不让我单独的接触这些僧人。也就是说呢，他都全程是监视着我的调研。当我看完之后，我说这个寺庙应该是以道观的形式，是以道教为主。他说何教授你千万不要说是道教，
我们觉得他就是佛教的。为什么呢？因为道教协会也认为他们就是道教的。如果是道教协会的，道教协会也想收回去。那这个寺庙呢，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是从清末以来，应该说是清晚期以来啊，潮汕地区的人民移民海外这个必经的地方，他们叫过番的必经地方。而海外的潮籍的华人回来之后烧香还愿的最主要的场所。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华人回来之后，到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都要一定要到这个地方烧香还愿。人有多少呢？这十几天有几十万人到这里。今天高速公路修通了之后，每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大概排十几公里的长龙，一直排到高速公路上。每天的就是整个春节初一到十五期间啊，十多年前他们的收入是将近7000万，就这个期间7000万大概对一个镇来说那是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刚开始新建的时候这里是没有和尚，完全是镇的镇委书记在冒着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情况下把它修复，他就完全是由镇政府副书记作为管委会的主任，镇的政府这些工作人员退休之后都来了这个管委会，管委会多少人呢？200多人。这也是圆山寺。当然在这个2017年中央发布了这个禁止佛教寺庙商业化，广东省2018年也发布了一个反对商业化的文件之后呢，这个地方的方丈现在呢由广州市华林寺，就是达摩出来西来出境那个地方华林寺的方丈光明大和尚兼任这里的方丈。现在是不是完全由僧人管理，我还没有去实地调查过，问了光明大和尚，他说是他在那里基本上是他来管理。这个是这个政府主导性，政府主导性不止这一个啊，还有像东莞的莲花山，你说这种。第三个叫投资人主导性，投资人嘛，就是说那个投资承建寺庙的人他来主导。这个寺庙这个类型呢，主要由居士筹资兴建，本着谁投资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寺庙建成后法人代表和寺案负责人都由投资者兼任，当然呢也请了挂名的住持，但是寺庙中的出家人也是跟故宫一样，只是负责法事活动，按月领取工资。筹资新建寺庙的法人代表，那商业人士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实际管理者。这种形式大概的寺庙呢，一般分布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比方说在粤西的地方，揭阳县的元德寺，普林的白水岩寺，揭阳的黄岐山的慈云寺，汕尾的云莲寺，这些寺庙呢大概是这种类型的代表。那这几个地方我都亲自去过几次去调研。那关于2019年之后，广东省也是在整治商业化的活动中也有所改善。那改善的情况怎么样呢？因为这里刚刚是疫情啊，我也没有去实际调查。比方说这个海丰县的云莲寺，这是它的山门啊，这个寺庙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山也非常漂亮。建这个寺庙的人叫郑华岩，这是它的山门。这些寺庙到潮汕地区呢是特别多的，就是呢它跟政府管理大异曲同工，只不过管理者呢由政府变成了出资人。这是投资人管理的类型。镇生合作性，就是镇合作型的管理，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僧人合作来管理一座寺庙。一般来说这样的寺庙呢是设有寺庙管理委员会之类的管理机构。那这个寺庙管理委员会机构内呢
大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一般是由市政府宗教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来做主任。那这个寺庙的方丈呢，当然是副主任。那寺卫呢，当然常住也按照这个清规推选方丈和礼评两去。寺内的法务和佛事活动通常由寺院管理。那寺庙的旅游、物业、商业网点、殿宇建设、物业管理，一些重大的决策，往往呢是由寺管会内面相关政府部门有较大的发言权。这一个类型的主要的代表就是广东省肇庆市的庆云寺和顺德宝林寺。庆云寺我在这里没有附图片啊，因为这个寺庙非常有名，可能有的学者有的同仁去过，他在鼎湖山，鼎湖山是著名风景区。这个寺庙呢，商业网点的规模有多大呢？我是说第一点，这个寺庙大概在15年前就拥有一个四星级的酒店，我去住过啊，非常豪华。然后它是一个依山而建的一个寺庙，它主要是清末民初才开始扩建的。这个下面有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有40-50个小店。我记得我去教研的时候，当时的方丈叫念古宝和尚，他带着我在这个广场里面转了圈，然后呢吃了一碗这个山水豆腐脑、豆腐花。那个豆腐花的店面呢就非常小的一个铺子。然后呢吃的时候他说，你猜一下，这个小卖豆腐花的这个小店不到10平方米，每年交给寺庙的利润是多少？那已经是将近20年前了，10多年前。我说不知道，他说30万人民币交给寺庙，而那里有几百个在那铺面。当然这些商业网点这些铺面是由事务管理委员会的在家的熟人在管理的。这个作为方丈，他也只是说他到那去吃还掏钱请我去。所以那个商业网点是非常多的。正因为有这么大的商业网点，那么多的物业，这么旺那个旅游的重点，所以呢政府在这个管理机构里面它拥有重大的话事权。据说呢19年之后这个也进行了整顿。整顿效果怎么样呢？我还没有去实地考察过，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没有去。但是呢我说的这个念果方丈去世之后，圆寂之后有6年时间，这个寺庙是没有方丈的。为什么没有方丈呢？因为要选一个各方面都认可的方丈，在这种管理体制是比较难的。这是正生合作什么？说这个寺庙呢，大家的僧人还是有方丈，有两区大众，有当家，有首座。但是呢，这个物业管理，这个商业网点，就是由他实行经理制的，就是经理都是部门经理都是熟人组成的。因为他原来这个寺庙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由女性社管理，那后来在这个收回的过程中，和尚们在刚刚是变成寺庙之后呢，他们那些出家人是坚决要求自己作为女性社的职工，因为那时候的女性社是国营的，是国家国营企业的职工，那时候是依靠着女性社。后来独立出来这个女性社又要求的自己的职工由寺庙来发工资，那最后呢是形成这种僧俗两众合在一起，僧人管理法务，俗人管理事务，这样一种管理模式。这是叫政僧合作社。好，还有一种呢叫商僧合作社，就是商业团体、商业的法人和僧人的合作社。这个呢，其实和政僧合作社有类似的地方啊。这类寺庙呢，大概由投资商和住寺僧人共同管理，僧人负责寺庙的教务活动，投资商负责寺庙的事务管理，包括财务、人事、物业、基建等等。那寺庙的实际负责人往往由在家居士担任管理寺庙相关业务，聘请僧人为寺庙住持，
负责教务活动，这样便形成商人管理事务、僧人管理教务这样一种合作模式。这种模式呢，大概也是以粤东地区，就是潮州、汕头、揭阳等地为多。大城市里面呢还是比较少啊，就广州而言啊，这种我们跟那个政商合作性差不多，我们都说。再说一个呢，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少的，叫家庭包办型，这个我们可能多说几句啊。大家可能会奇怪，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家庭包办型吗？这类寺庙呢，多数是由俗人经营管理，以金忏法师为主要业务的夫妻庙、父子庙或者师徒庙。它的主体呢在梅州地区，梅州地区有一种特别的佛教形式叫做香花庙。有学者可能关注到这个，李国泰是第一个做了这个梅州香花佛教的研究这本书。那现在呢，当地宗教部门已经把这种香花佛教确定为正式的汉传佛教。那我去考察，我们这个课题组去考察，以我的有限知识来看呢，这个香花佛教大概是种客家地方文化信仰的一种表达形式。它那里面的这些寺庙叫香花庙，香花庙里的师父、父子、夫妻是不出家的，白天在那里接受民众邀请去做法事，主要是红白法事、喜事，比如说丧事，家里有什么喜事，还有成人礼，他们到别人家里去，或者在这个寺庙里面跟别人做法事，收取一定的报酬。那这里是属于这种类型，这个寺庙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但是他的这个寺庙的师傅，我观察了，仔细观察一下，后来的他们这些师傅呢，好像是在2000几年吧，到美国的加州去参加世界叫做文化遗产的一种表演，获得了金奖，这一下就轰动了梅州政府才引起重视，以前都不太重视。这些师傅我看了下来，第一个，他们都有父子和师傅相承的特别的技巧，比方说他们会一些特别的舞蹈，或者说敲击那些乐器的特别的功夫，那一般人说不来的高难度动作，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些香花寺庙的当家人很多是女的，而且是中年女性。这些人呢，我仔细观察，也通过探访当地的人，发现这些人可能都是有用我们现在这个气功的行话说啊，他是有特异功能的。他有的有预测功能，有的会卜卦，有的可能还用我们农村的话说是开了阴阳眼。说他有一些特异的功能，那当地的民众呢对他是有信仰。说他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呢他能在这个社会上提供很多信仰和心灵五味方面的功能，而且传统上他起过这样一种终极关怀的作用在客家地区。但是呢在我看来，他绝对不是佛教，他是以儒佛道都包括了，更多的内容是道教的民间科仪，然后弄了一些佛教的经典，其实也不是经典，是他们撰写的串上文，包括一些佛教的话语。当我去考察的时候，那时候梅州市政府已经把他们定性为汉传佛教。我们如果提出说这个不是佛教，这个应该是民间信仰，那政府官员就非常敏感，说那不能这样讲，我们就认为它是佛教。说这种是梅州的香花佛教寺庙，还有一种呢，像潮州地区，像粤东的梅州地区，还有一些呢是家里的那些俗人，他也搞一个庙，白天呢跟别人做一些法事。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不是今天才有。我翻阅了，从唐朝以来，广州就有这些用广府话叫做“南无”，就是跟大家念阿弥陀佛、南无的这些
职业人士，他们不出家。那一到今天呢，还有这些遗存，鲜花佛教是最有典型这种，家庭经营的、包办的这种寺庙，在梅州现在把它纳入了佛教的体系。那些相关佛教的师父们也宣称自己要接受佛教的这些仪轨管理模式。那我们在我们那个著作中专门有一章来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当成佛教的管理，他们作为一个小传统的文化体系就会解体，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会存在。但是你不作为佛教的管理呢，那些人呢他就没有社保，没有宗教的这些人士的待遇，所以他们这些香花庙里的香花僧是梅州市的政府宗教部门和佛教协会认定为僧人的，没有得到广东省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承认。为什么呢？这个先例开了很危险。我有家史，那我宣称我是汉传佛教的出家师父，那这个是不是在我们汉传佛教这个清规戒律中开了一个口子？那你就说你可以说是香花佛教，那我是河南省的，我也可以俗家人，我也说我是香花佛教师父，这是这个问题。现在呢，广东佛教界也是很关注，也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这里只是提出来家庭包办型。第七种呢是三方合作型，就是政僧商三方合作型，就是政府、商业公司和僧人。这个呢是广东也有啊，这个也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观音佛像是在哪里呢？在番禺的莲花山。他刚开始只是一个旅游景点，建了这个观音像。但是大家知道，中国人呢，只要见到了佛像，就会去捐钱。那这又不是宗教景点，那捐钱的钱捐到哪里去呢？说后来就把它变成宗教景点。变成宗教景点有谁管呢？有政府的旅游公司在管。这是个旅游景点，我们看这个大图啊，这是我刚才看这个观音佛像，那这是这个殿啊，这是这个莲花山，这是广东很热门的一个景点。那现在呢，这里也把这个广州市西来出地，就华林寺的方丈光明大和尚也兼任这里的主事。为什么呢？他首先是政府把这个地征下来，由商业公司来出资新建，新建了之后，政府和商业公司来管理这个地方，那就做一个旅游点来经管。那后来发现说，你这个建佛像、建寺庙、收这个香火钱，你就不符合政策，你这要是宗教场所，然后就把和尚们请来了，和尚在里面这个做法事，那三方这个管理，那就成了这样一种模式。那今天在整治怎么样？老实话，老实说呢，疫情以后我也没去看过。这个三方合作的模式呢，在广东不是严重的不多，但是呢，在外省却非常多。我们很熟悉的灵山大佛，灵山大佛景区，那是中国最早的政僧商僧三方联合经营，而且是合理合法的。那里还有专门的机构，而且那个灵山的观音佛像呢，是当年赵普托会长去拍板定下来的。那么海南岛也建，三亚也建了那个南山寺一个观音像。那个南山寺呢，也是这种三方的合作形式。但现在呢，那里是有弘法寺的方丈印顺大和尚，就本焕长老的弟子。本焕长老圆寂之后，由印顺大和尚就接管了海南的南山寺，也是这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呢，在广东不是很规模，不是很大，也不引人注目。但是在北方呢，这种模式很多。像我们还很熟悉的这个西安的法门寺，法门寺景区其实也是这个模式。当时法门寺被开发的时候，就是上一届佛教协会的会长学成法师在那里做方丈。当然法门寺景区今天看来是失败的，就是那个景区亏本，然后呢投资商把这个经营权卖给了这个当地的政府，咸阳市政府。
我这是这种模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七种模式它都不是从天而降，都有它诞生的历史背景，恢复佛教道场的当时的需要。比方说灵山大佛当时这个请赵普老去，赵普老觉得呢应该有个五方的大佛，那中部呢还缺一个，就建了灵山大佛佛像，然后成立了公司，然后在那经营管理。我有一个同事叫周志珍老师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化学院，他就曾经在灵山大佛景区做这个总经理的助理，做了十多年。他去的时候是研究生，也就是说那个景区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以上的人去那里当工作人员。说这种模式呢其实是在很长时间内是堂而皇之，得到了当地官方佛教界社会的认可的一种模式。那广州的这个模式呢，除了莲花山还有其他一些小的道场有这种模式存在。所以当我们讨论佛教寺庙管理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想象中的第一种是我们认为最理想，那后面这几种呢其实它都有它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我们考察的过程中发现这七种模式，然后呢你要贯彻某一个管理方案管理条例，就遇到这不同的模式。那不同的管理者他会用他的利益出发来应对这个管理的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划分这七种模式，它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划分的目的和意义何在。我们刚才说了呢，这七种模式我们从国家的政策和佛教的传统来看呢，只有第一种模式它是合乎人间的法律、世俗的法律和佛教自己的清规戒律，但是另外六种模式它都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佛教管理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承不承认多元格局。因为我们的中国佛教协会、我们的统战部、我们的宗教局发文件的时候，往往就是希望一个文件来通管全部汉州地区的佛教事务。比如说有一个文件叫做佛教寺庙的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现在已经是正式规定了。那个规定就要求呢，所有的寺庙都要有专业的财务人员，每一笔开支都要有正式的发票，每一年要制作这一年的预算，年底要进行决算，政府每年每三个月要去检查一次，然后每年呢要对寺庙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了解这寺院的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情况，向当地的信众来公布这些情况，让财务开支透明化。这个呢我们听起来或者看文字上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寺庙的多元化的情况，你就觉得情况不简单。为什么呢？有的乡村的小庙今年有多少收入都无法确定，他怎么去做预算呢？还有乡村里买东西基本上都没连白条都没有，有的寺庙就四五个人，他怎么聘请专职的财务呢？所以就有的寺庙就觉得非常无奈，因为乡下买东西买白菜都是村民挑到寺庙里面去卖给人家拿钱就走了。所以这种一元化的这样一个思维格局，在今天中国汉传佛教的管理过程中还是占主导思维的，不光是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学者也是这么想的，认为呢要一个标准的模式悬在那里，都要向着看齐，
当然在理论上看是正确的，但是呢，实际上是多元的。我们说这七种模式中间，我们以最不符合政策或者说传统佛教的清规戒律的政府主导性的为主。我们来看一下它啊，刚才说的这个善尾寺、陆丰县、结石镇、玄武山的这个圆山寺，它一直是政府管理。它为什么会政府会去管它呢？因为这个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这两周时间内，前来寺庙烧香拜佛的海内外信众和游客达十多万甚至几十万之众，长长的人流从山门一直延续到高速公路，都是长长的车龙，每天是十几万人，寺庙的出家僧众也就是一二十个人。如果这十几万人的烧香拜佛参观拥挤，只靠这几个僧众的话，或者你请保安，你都没有办法维持秩序，有可能产生踩踏事件。那天我可以请国家的公安武警来帮忙维持啊。问你公安武警他为什么来维持呢？那我们按照这个普世的观点来说，国家的公安武警就应该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他们的 duty 来做这件事。但是呢，由政府的副书记作为市管会的主任，他就会调动什么呢？从海丰县的公安系统、交警系统，甚至到汕尾市的公安系统、交警系统，这十五天内，他会调来将近五百人的警察、交警来维持这个秩序。所以呢，30多年来，这么多人来参观，没有出现一次集体失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政府部门得到了利益，他们的利益跟这个寺庙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他们会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去维持这个秩序。在这几天，因为这几天的收入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他管委会来支配这个账嘛，那一个春节一过就是近亿的收入，所以他们政府是尽心尽力来管理这个朝山的队伍，不让他出任何一点事故。因为在这个春节来临之前，就从结石镇、陆丰县、汕尾市一级一级的政府来开会，今年怎么来维持这个秩序，人员怎么分工，春节期间怎么执勤，哪一批交警和警察来轮换，所有的交警、所有的警察、所有的公安都会有加班补贴，哪里发了些这个寺庙的香火文书。正因为他们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么几十年这个地方呢维持到它井井有条的秩序，而且呢，这个海外的信众来这里参观的是每年都在增加，寺庙的这个法事呢也可以能够正常进行，然后这么多人员管理井井有条。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利益这均沾了。你说那政府就应该管理这些东西啊？问题是你要知道，在中国的基层这个结石镇这个镇一级的这个单位，你想调动这些力量，寺庙的和尚们是没有办法去调动汕尾市的公安、武警、交警来跟你维护这个秩序，这就叫中国特色。这样做了，就大家相安无事这个地方。因为如果你去看了一下那个人流，你就会发现人员之多往往会令你恐怖，而且很多人是海外回来的，如果出现了一个事故踩踏事故，那就是国际性的事件。所以政府主导的这种异类型的管理模式，它在特殊的时空中就存在了这么多年，而且它也起到了正面作用。现在光明大和尚去那里怎么样的整治，我还要去返回去再去调查，以后再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整治之后现在状况怎么样。因为那里的副书记只能是二把手，就是政委书记，就是在主管这个玄武山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所以他们会竭尽全力来维持这个寺庙的这个特殊时期的运动，保证它的安全。所以说这种多元格
格局呢，他有他的特殊的原因所在，特殊的理由。第二个另类的就是投资人主导的管理模式，这也是属于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另类的。这类的寺庙呢，大概大多数坐落在贫穷的山区，那里信众众多，却没有正规寺庙。当地的信众呢，一是难以筹建资金来建设这个寺庙，那么一些热心的企业家和热心的佛门居士来筹集巨款建立这个寺庙，让信教的居士们，让佛教的僧人有一个弘法的地方。在这个寺庙恢复的初期，应该说它是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这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事呢是我们想象之外的。比方说我曾经到潮州市的一个县，叫做平原县的县，去啊调研，县的名字我倒想想，是曾经那个县呢曾经出过很多大和尚，比方说我们光孝寺的上一届的住持新城大和尚，他老家就在那里。在那个县里面一个乡镇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农村妇女，就在我们看来就跟一个农村的妇女40多岁没有两样，但是她有个什么本事呢？她到东南亚地方去化缘，在大概在90年代啊，在20世纪初90年代末期的时候，一次性从东南亚那些地方华侨中间化缘回来2000万，2000万在一个乡镇地方，这就是天文数字。他把钱拿回来之后呢，他就建寺庙。有些寺庙佛教协会想建没钱建，他就把所有的钱投到寺庙里面去，不光是投到寺庙，寺庙往往在山区吧，他还为寺庙到镇上那叫公路他的修，包括附近的学校路他都修成水泥路。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人呢，跟他交流，你说他对佛法有多少了解，谈不上有多少了解，但是呢他有个，一看这个人就是有特异的功能，就是他能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有些预测的能力，就能讲一些你的过去的事和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讲的有些事让人特别信服。所以他靠这个本事呢，到东南亚华侨中间，潮籍的华人中间化缘，宣称要建寺庙，一次回来就是2000万，在当地建了非常大的寺庙。然后他继续用他的影响力去通过佛教协会招聘出家人在这里住下来，方丈聘请两婿，开展法事活动，而且做慈善事业，资助当地的学校，为村里面修路。这样的投资人呢，你说他是投资人也好，像这个妇女呢，实际上他也没搞什么企业，他就是能力去筹这个资金。后来他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这个课题结束了也没有去采访他，当年是去见过了两次。就是这样一些很平常的乡村的妇女，他就有这个本事建这个寺庙，建了之后那些出家的师傅也把寺庙的这些活动就交给他去筹办，比如说另外一个寺庙又要建了，他去，因为他能筹到这笔资金，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非常有尊重，人们觉得他功德无量，那些出家的僧人们其实也服他。那他在这个饶平县，富饶的饶啊，饶平县寺庙的筹建过程中，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人，这样的管理模式，他是异类，但是饶平这样的贫穷的地方，他能建造这样一个寺庙，
那你现在说他建设是不合法的，他弄你几千万钱回来，你要把他赶出去或者赶出这个管理系统，当地的民众对他也有信心，出家的僧众对他也有信心，希望他能在这个管理系统里面，他是联系海外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或者是源头，融资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这样的管理类型呢，他在这样地方呢就有他的生命力。你宗教协会也好，你佛教协会也好，你那些地方的出家僧众也好，包括当地的干部也好，都信服他。为什么？他有这个本事。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英雄莫问出处。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妇女，他又有这个本事去海外去化缘的建信用，他在当地赢得了尊重。所以这个投资人主导型呢，我们认为这肯定是商业化，那现在一定要进行什么整改。但是实际上他在佛教寺庙的兴建过程中，仅在广东东部这块地方，很多寺庙是靠这样的人建起来的。在我们说建寺安身，它是一种功德，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特殊的时代，它做出了贡献。那我们今天要要求用一种一刀切的方式来管理，那怎样面对他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划分类型的，给到宗教部门参考。当然，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啊，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类型的划分，让宗教行政管理部门觉得我们这种划分对他们的政策执行的过程似乎是一种否定。你这么多不合法的、不合政策的类型还存在于广东省大地上，那我们在宗教管理部门应该往哪搁呢？说我这个国家课题接题之后，这本书五年时间放在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一直没办法出版。因为我这里面研究的人、研究的事，有的都还在，就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最后呢，才是陈年黄教授在他的帮助下，把这书拿到香港去出版。但是已经拖了五年，很多资料呢就已经显得有点陈旧了。今天跟大家汇报呢，在这些问题呢，其实最新的动态和进展，我可能要在等疫情结束之后，再回头去看一下这些七种形态在当今、在此时此刻，或者在未来，它是一种什么形态，在整改的过程中改成了什么样子。这可能是我要未来要去调研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对这个书呢，可能还做一些充实的修改。当然这本书让我对现实的研究非常绝望啊！我现在就的研究马上回到了古代了，就刚刚陈家煌教授讲，我又回去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的传播了。因为研究现实的面临着太多难以逾越的困难。这是题外话啊，这是投资人主导型，它有它存在的理由。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一下怎么样探索改变途径啊。管理呢是出了很多问题。这七种模式呢，我们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也觉得呢，都要把其余的六种模式都要朝第一种模式靠拢，或者说转化。现在政府在做的其实也是在这么做，都转化成，至少在形式上转化成第一种模式。那能不能转化成功，只是换一个马甲或者换一种形式，内容还是那样。那这样这种一元化的思维，就是说一种形态的管理风格，它是不是真能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改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改成多元的市场经济。那这个改成多元市场经济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管理的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它停留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一个思维模式之下，然后在管理现在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的这样一个信息化、多元化、
这时代的佛教寺庙，那就一定就面临着很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直面这个佛教寺庙它的存在，它的管理就是多元的，我们不要老想象说应该是一元的。过往管理政策的总体思路，在几十年的管理时间中呢，从政府宗教行政部门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到佛教协会制定的寺庙管理办法以及共筑规约，我们仔细去读一下，其不言而喻的思想就是统一思想、统一标准，希望一纸条例通行天下，事无大小，地无南北，照章管理，毫无例外。这样呢，如果我们关在书斋里面，我们研究的是百丈清规，研究的是寺庙规约，然后觉得呢，寺庙都在僧人的管理之下，都是僧人们管理的这样一个场所，然后要他们按照统一思想、统一管理条例去进行管理。如果不进行实地调查，你觉得这个是理所应该的。但是当你实际深入这些大大小小乡村行政的寺庙之后，你就发现事实不是这样，不是你一纸条例、一个统一思想就能完成的。那么就广东的情况而言呢，这一个标准化一的办法在许多寺庙就很难得到实施。刚才说的这个财务管理啊，不要说乡村的那些寺庙，因为最近我在大佛寺负责一个部门啊，大佛寺有一次去购买树苗，因为大和寺的方丈药师大和尚呢还在广东省增城的百新塘镇建了一个百花古寺，去购买这些树苗。这个树苗呢是一个私人农民啊种的这个树苗，他把这树苗直接送去之后呢，他也没发票，那没有发票呢，就按照这个财务管理条例就不行，那没有发票就得开一个，就要让那农民写一个白条，白条的农民签字，然后呢要他们去找镇的财务政府部门去盖章，拿到这个大佛寺财务再盖章，还要药师大和尚签字，签完字拿到办公会去讨论。那财务处的这个处长就跟大和尚讲说，你这样做了还是不行，在审计的时候还是不过关，你这还叫白条，尽管你大和尚签字了也没有用，说必须要有正规发票。怎么办呢？就要找一些其他的发票，大概数额跟这个买树的钱基本相同，用那个发票来充这个账。这个方案后来想也不行，你买的是树苗，然后你用那些是其他食品啊，什么矿泉水之类的，如果真要跟你审计起来，发现你买的购买的货物和发票对不上号，那你又不合规。连广州大佛寺在广州的中轴线上这样一所商业都会的寺庙都无法去做到财务里件件都有发票，正规发票。你想一下，那些乡下小村庄里面的，就是我说那个乡村妇女建立那个寺庙，他直接到农民拿菜给他，拿油给他，拿米给他，他给一点钱给了农民，有时候甚至不给。这样一种没有发票的情况下，他要他去每个月去审计，那会没有问题吗？肯定就有问题。那怎么面对多元而有这个统一的管理思想和统一的管理方法，这就是我们要拷问的一个问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当前的背景下呢，要改善和创新寺庙管理，就必须具体而微的了解各地寺庙当下实际的管理机制。就是你不问大小，不问地域，不问乡村城市，你一个管理模式要想去管它，一定有很多不可控或者不合法的地方，削足实履。所以我们必须分析其利弊得失，承认差异，允许另类，才有可能制定出具有明确针对性、切实可行的管理。身处不同环境中的寺庙呢，其民各异，问题迥别，在寺庙管理上更倾向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根据具体情况因应具体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理。
采用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要走出一子规约通行天下的僵化模式。有很多研究寺庙宗教管理的参考了香港的，比方说美国的，他们都没有宗教管理局，没有宗教管理部门，通通拿入民法管理，只要你不违法都行。所以我们呢有了这样一个宗教管理部门，而且是现在是两个部门啊，一个是叫宗教局，或者叫民众宗教事务委员会，这是个政府部门，还有一个就是省委统战部，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有党委的统战部，它有个宗教局、宗教科来管理。在当下的这个叫做党的统一领导下，就是宗教局的局长一定是统战部的副部长，等于党委和政府是合为一体的。我们有这样一个管理机构，但是呢，在管理具体的宗教，包括佛教寺庙的过程中，因为政府嘛，他总想着统一管理才是比较好的方法。而且我们中国从上到下，包括学者，这个统一管理一种模式，然后呢，大一统一的模式是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如果说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模式同时存在，大家总觉得这好像是不合规范。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各种模式不合规范、特殊的不合条例的这种情况，它实际存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的一体化的这样的模式中解读出来，让不同的情况演化下来的这种管理模式，它有它存在的合理的空间，有它的游动间隙，而不能完全踏实。你完全变成一种模式，在演变的过程中还会演变出不同的模式。所以我们进行分类划分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要走出一元的一刀切的思维模式，要面对多元，面对不同形态的这样一种寺庙，来调整我们的思路，来改善我们或者超越现有这样的管理模式。这种呢，不仅仅是政府管理部门，包括我们这些研究者，也应该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解放思想，才能跟得上当下的发展潮流。现在是8:25，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汇报到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大家批评指正。谢谢我们何教授精彩的讲演啊！我们刚才听了何教授的讲演内容，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故事啊。我们常说的就是有一些是秘辛啊，我们平时也听不到、接触不到的。那么在这个故事的讲演过程当中，无形中就流露出来了。那在中国内地的，我们说不同地方它有不同的管理形式了，包括有不同的时空背景，所以会造成不同的管理形态。那何教授的讲演告诉我们，因为早期当我们也知道可能是文革的问题等等政治问题，所以早期要恢复寺院是有风险的，所以要刚开始是要靠政府宗教部门来恢复重建的。那么接着就是教界、商界乃至于政界，各自共同来参与，有一种多元发展。那所以整个形态就可以看到这七种形态怎么样在不同的时空之下而演化出来。当然刚才何教授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七个形态里面最符合宗教管理办法的所说的应该只有第一种。第一种就是僧人自主管理的这一个，那当然其他的六种也不见得说它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刚才也讲到配合时空背景嘛，那么依序的它有这样一个发展，不管在恢复重建新建的过程当中，所以存在着时间地区或是投资方的差异，所以就有不同的管理结构出现了，那最后何教授也做了一些关于这方面
啊的管理形态的反省，我觉得这个就是感言之处啦。啊，该如何改革就该如何改革，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因时制宜啦。啊，要这样子慢慢的来走向修正的道路来。啊，好，那么这样子时间刚刚好，现在也八点半，我们就进入到了问答环节。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何教授，我想今天这一问题应该有很多是蛮敏感的， 也可能就请你看看怎么样斟酌来回答吧。嗯，好，谢谢。看得到吗？好，这个字会不会太小？可以哈。前面有第一个朋友提的问题了，实际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认为说胜任管理的模式是最优管理模式呢，还是说这种模式募集资金才是管理模式啊？募集资金谁来监管？政府及资本的参与管理模式是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有影响的寺庙对周边区域发展有影响，是否必然要求政府介入统筹规划管理？你说的政府管理侧重于是统筹管理还是日常管理？是否在这七种模式之外有更好的管理？这我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胜任管理的模式是否是最优的管理模式？我个人的观点是不一定，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其他宗教，比方说基督教、新教，就是 Protestant， 还有伊斯兰教，他们的寺庙都不是出家人来管理。伊斯兰教是由他们叫乌玛社区的信教的居民建个寺庙，然后请阿訇来给阿訇发工资，你这个阿訇干得不好就解雇你，然后再请好的阿訇来，所以是由熟人管理。基督教的新教呢，这个香港地区应该多数是圣公会的啊，他其实也是这个平行徒，就是说一般的信徒管理，这个牧师呢只是到那里去讲道。所以这个佛教寺庙是不是一定要僧人来管理？我看未必，也是可以探讨这种模式。那这种募集的这资金谁来监管？一般来说，在古代是由，或者说在近代也有啊，是由僧人加上信仰者，就是居士，那个地方的居士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监管这些资金，就是说要求寺庙每个季度要对这些资金的使用要公布出来，不是公布给政府，而是公布给教徒看的。因为寺庙的钱来自于教徒，来自于信仰者。政府及资本参与管理模式是否是因应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政府的参与呢，我觉得呢应该是要越来越淡化。为什么呢？全世界的通例，政府一般不参与宗教寺庙的建设，资本的参与呢，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至于怎么去参与，我觉得呢，还是要借鉴国际通行办法，只要他不违背国家的法律，他的参与模式可以由他和信教的或者出家僧众去探讨。还有个，有影响力的寺庙对周边发展有影响，是否必然要政府介入统筹规划管理？政府管理是日常的侧重点是统筹日常管理，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叫做它管理是宗教事务，而不是宗教事，宗教的活动。什么叫宗教事务呢？当你这个宗教活动和公众和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这叫宗教事务。比方说我在香港，我人间佛教协会的法会和这个某一个寺庙要搞一个大型的法会，要占用街道，要有很多民众，要会有保安，会有防火，会有这个公共安全，这些问题要和政府发生关系，和社会发生关系了，这个政府才去管，这叫宗教事务。我在我的寺庙里面今天做放焰口，做什么法事，这个政府是不能管的，这叫具体的宗教活动。政府管理不是宗教活动，是宗教事务。事务就是和社会和公众发生关系才去管，按照我们国家政策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政府管理的不是日常管理。但是有些地方的政府他就连
方丈怎么样聘请这个两区大灯牌来去管，其实这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七种管理模式之外，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我们承认多元的话，就一定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七种模式上。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啊。第二个问题啊，佛教与共产主义信仰的交汇点何处？谢谢。我觉得是有交汇点。其实这个问题呢，当年好像毛泽东问过赵朴初会长。那共产主义他们的第一个理念就是无产者只有解放前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在共产的宣言里面 讲的啊。我们的地藏菩萨呢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者只有度尽众生才能最后度自己，这不是一样的吗？你解放前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是一样的。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佛教是非暴力手段，靠觉悟，那无产阶级的是靠暴力革命来解决。交汇点是解放前人，或者让全体人类都得到解脱，这个可能是交汇点。所以说呢，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有个国际歌啊，国际歌的第二段是从来就说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一个说法是符合佛陀的精神。佛陀认为人的解脱是靠我们自己，连佛都不靠，不靠神仙皇帝，人是靠自力来拯救的。当然呢，可能说有的说净土也有靠他力，净土靠他力还要靠自己，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你才能往生净土。好，下面一个问题，想问的是，自古以来僧人所持的戒律有多种？那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升起律等等，那现在寺庙中的僧人是持何种戒律？是传统的戒律还是另有其他？是否有新的禅师或发展？此外您讲的这七种管理类型是否符合戒律要求？如果不符，那面对现实问题是否有新的解释是符合戒律？这种解释是什么？好，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广律，您说的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升起律，中国有四部广律，广大的广啊，就是完备的这个佛教戒律。中国的汉地呢，比较通用的是叫南山律，就是四分律。因为这个四分律、摩诃升起律这些是印度的部派它的律法，但是中国的大乘佛教还有一个就叫大乘佛教的这个菩萨戒，这个梵网经为主的。所以现在佛教寺庙大概受戒，僧人受戒用的都是四分律。四分律、十诵律、摩诃升起律这些啊，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呢，具体的细节是有差别的。在过去呢，我们这个在家的俗人是不能看戒律的，因为戒律规定的非常细。比方说寺庙的女众、比丘尼，他们洗了衣服之后怎么晾，晾在什么地方，怎么叠，这都是有讲究的。洗澡的时候先洗哪个地方，再洗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洗的时候不能超过几分钟，戒律都有详细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汉地佛教寺庙是以十诵律为主，还有菩萨戒就是有梵网经为主的。那现在的佛教寺庙的管理呢，我们经常熟悉一个词叫清规戒律。戒律是佛陀所制，清规是中国的祖师制定的，不是佛陀制定的，是百丈怀海大师制定的清规。清规大概就是管理寺庙的为主的行为准则，包括僧人的。所以佛教的戒律不是说佛陀制了就不能改的，佛陀自己讲过叫随方毗尼，也就是说呢，根据地方和环境的不一样，你可以制定适应那个地方的戒律。说佛陀并没有说我制定的就不能改，所以呢，随着世界的变化，佛教的戒律在不违背总体精神的情况下可以有些改变。比方说啊，印度的和尚是不能种地，为什么呢？种地是会翻地，有蚯蚓昆虫也会杀害它。但是我们中国有很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叫农禅并重，就一边修禅一边种地，是可同时并举的。这就是清
戒律发展到清规是有改变的。所以是否有新的解释使戒律符合时代要求，这完全是有可能。下面一个呢，如何如理如法权利合理合法合情的寺院管理对僧人受制要求其实很好。请问僧人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能力和要求才能适应和圣人当今佛教寺院的管理发展？这个呢应该说台湾这个对佛教寺庙走在了大陆的前面。以佛光山为例，他们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僧人的素质现在要求是越来越高啊。像我所在的 大佛寺啊，就是我这里帮忙的大佛寺，我们是准备开始培训僧人的佛教基础英语。所以呢，作为僧人，他过去是不能读外典，就是说，除了佛教的经典之外，外面这些书叫外典都不能读。今天肯定要改变，因为你作为一个僧人，你要度众生，众生是各种各样的，而且众生的水平在提高，你的水平提高是无法度的。所以呢，僧人要具备哪些素质？今天的和尚、出家人啊，大多数是读过本科的，中国佛学院毕业的。而且呢，现在广东的很多出家人，他们在大学里面读硕士、读博士，或在陈江华教授那里读学位，他们意识到要提高自己的素养，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时代在变。我们经常说佛教是要闻思修，闻是听闻说法，思是思考，修是修行。其实今天已经不是闻思修了，今天应该是读思修，阅读。因为大多数人是可以阅读的了，佛陀世界大多数人是没有文化的，不能阅读的，所以听别人说法叫闻。说现在没有文盲了，基本上都能读，所以各个寺庙在建网站、出版诸多、办杂志，这就是闻思修在向读思修演变。所以寺庙的管理呢，肯定是需要僧人素质的提高，这个素质包括各个方面。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即便是在僧人自主管理的寺庙中，现任方丈是否有权指定下任接班人做寺院住持？如何看待寺庙出现外来和尚空降任住持的现象？现在就是中国内地这些寺庙的方丈或者住持怎么产生？按照文件的规定是仰恤大众的推选，政府宗教部门备案，这是台面上的，台下的还有很多我这里不便说啊。所以呢，现在方丈的这个选任呢是有很多程序的，由寺庙里面推选，然后或者其他寺庙推荐，诸山长老推荐，然后佛教协会来选举，选举完了之后报给宗教，一般是省的宗教局来备案，然后最后公布。是不是可以指定接班人呢？按照佛教的戒律是不能指定的，老和尚不能指定。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有，老和尚通过自己的影响来把这个培养这个下一届的方丈，这是有的。那现在的广东也有，但是我不太好具体说是谁了啊。实际上跟推荐是差不多的。这个呢，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因为老和尚考察人嘛，他会有很独到的眼光。你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大师那里，他连家都没有出，还是带法修行的行者，弘忍大师就把衣钵传给他。为什么呢？他慧眼独具，他有百落的眼光，能看准这就是一个江河弘法的开悟的一个人才。那老和尚可能慧眼独具，能挑选好的接班人，有没有挑选的不对的呢？这也很难说，因为人有时候是会伪装的，一般按照规定是不能指定的，但是实际情况下具体情况具体而论。好，这是这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讲座，您通过十几年调研让我们了解真实的寺庙管理现状，政策制定总是落后于现实，甚至可能忽视某些现实，但政策的出台代表往往是政治态度。您的研究中提到政策、政府、后学，后学想请教您，政府
有中央地方之别，政府也有不同层级的区别。研究中是否发现不同政府之间也曾在现实的管理中也有博弈的现象？不同的政府层级之间，比方说市的和省的，当然有博弈的现象。一般的在内地的一般情况下，市的机关和省的机关往往是有点不协调的，所以市佛教协会和省佛教协会往往是也不是很对付，所以这个呢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各级的宗教管理部门他们上下级之间是没有统筹关系的，不像省委组织部归中央组织部管，这个很明显。但是广东省的宗教局不能管汕头市的宗教局，他没有 管理权限，所以广东省觉得汕头市的这个哪个要的方丈应该由谁担任，但是汕头市宗教局或者佛教协会他认为不行，他可以抵制。所以这叫用我们的政策话叫属地管理，属于哪个地方就有哪个地方管理。当然了，上级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影响，这就看你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的影响和你手上资源有多少，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企业管理，下个问题，企业管理用费用中会设置工会经费、用活动之类，私人管理费用中是否也可以设置类似的经费，用于自由支配、用发票的？寺庙没有工会，也没有党组织，所以呢，寺庙可能没有这样的经费设置，但是寺庙呢会有这个计划外的开支，这个是有的。还有一个我同时说一下，寺庙的经费啊，就是它的费用有两个概念要我们分清楚，一个叫寺庙的钱，就是市场，一个叫个人的薄金，薄是衣钵的薄，金是金钱的金。就我是一个寺庙的方丈，这个寺庙的方丈，这个寺庙的钱是这个寺庙公家的钱，但是我作为私人，我有我自己的薄金的。就是你要捐钱的时候，比如我在大佛寺，你可以捐给大佛寺的功德箱，或者专捐给大佛寺500万，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捐给我这个方丈本人10万或者1万，这个1万块钱是捐给我个人的，就不属于寺庙所有，这叫我的拨金。这个拨金我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当然呢，我不能给，严格一按照佛教戒律讲，我不能给我的属家亲人，但是我可以把这笔钱拿去捐助给福利院，捐助给贫穷山区，我可以不经过寺庙同意，因为这是我的钱。说寺庙的钱是两笔，一个是公家，一个私人的。私人叫拨金，拨金是只要不违背戒律，比如说你去捐给俗家的呀，自己去建什么自己的房子啊，这些是不行的。但是慈善事业啊，怎么用是属于你的。所以寺庙里面没有工会，没有活动经费，但是有和尚们，从方丈到下面的和尚都有自己的私人经费。这叫拨金，这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即便是在僧人自主管理类型的寺院中，现任方丈是否有权指定下任寺庙住居师？如何看待有些寺庙外来空降和尚的现象？这个刚才也回答了，外来空降不能叫外来空降啊，因为有的寺庙呢，可能他一时选不出特别有接受能力的这样一个人来做方丈，或者说这个寺庙里面有两三个人都有这样的资历，都差不多相持不下的时候，从外面选一个进来做方丈呢，大家想的可能就是有特权，实际上方丈不简单啊。比如说我这个寺庙我做方丈，因为一般的信众他捐钱的时候不是认寺庙，是认人的。比如我是方丈，我今天在这个寺庙，钱就到这个寺庙，我下到另外一个寺庙去，钱就跟着我到，我就要捐到那里去。说为什么很多有一个和尚捐了很多寺庙的方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寺庙请到了你，钱就到你那里去。说方丈不仅要管理，要服众，他还要呢有威望，有公信力，让那些坛乐或者大施主更把钱愿意捐给你。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寺庙建一个，比方说大的楼房，一个红法楼有5层，1层是800万、8000万，那我就要发出这个叫做
募捐的碟子了。那有的老板就说，我捐一楼8000万，我捐二楼7000万。那有的老板可能说，我全包了。一般情况下，方丈不希望你全包，希望你捐一层楼，捐一栋楼。为什么呢？你全包了之后，方丈就没有话语权。所以这个外来空降有它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当然也有弊端啊。方丈不能指定接班人，只能下任方丈。理论是讲成这样啊。好，下一个问题，寺庙管理问题多多，还是以僧人自管为主，以政府信众监督为主。但前提是僧团内部需要整顿改革，那政府管理寺院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应该对寺院对佛教有正确认识。一信众是政治政见的信众，那是否政治政见应该由僧人来确定标准，僧人的资格审查考核要改革。最后这句话啊，也是我们书研究的一个问题，说现在的和尚僧人出家之后，只要我不违背大的戒律，你就没有办法把我开除，最多就是叫起单，就是你从我这个寺庙离开。但是对僧人的考核呢，这个呢可能台湾的佛光山开始在做这个啊，有职称，比方说坛讲师之类的，大陆还没有开始这个改革。只要穿披上袈裟过了和尚，只要不犯这个大的戒律，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开除。所以呢，现在是只有进口没有出口，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做了。那僧人对寺庙要信众要有政治政见，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政治政见，好多人到寺庙去就是说向佛像捐款1000寺庙，然后希望你保佑我赚10万，说佛做的是亏本的生意，我结你10块你就我要给你1000，我结你1万要给你100万，这就不是政治政见。但是佛教对这不一定正确的见解它是容忍的，这叫方便。为什么呢？你现在不正确，以后有机会让你正确。现在呢，每个寺庙都有讲经，有法会，有网站，就是希望来传播政治政见。这是这个问题，僧人自己管理为主。当然现在的国家和佛教协会也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无论你怎么样努力，还是其他的形态它都是会存在的。好，下一个问题。今天听了这场讲座获益良多。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寺庙有僧众收国旗的现象，教授如何看待？第二，基于现在中国佛教经营状况，政府参与是否是政府管理？在中间还特别的注了这个英文的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其实这个参与佛教呢，另外是另外一个英语单词叫 engaging Buddhism，engaged Buddhism， 那叫参与佛教。政府参与了，那你是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一般来说，内地的政策是不允许政府官员参与佛教的活动，因为呢，政府官员多数是共产党，共产党员不允许信仰任何宗教。中央已经发文了，希望政府的官员们、各级官员不要参与宗教活动，即使在西藏、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求呢那些少数民族的干部参与宗教活动的时候，自己的信仰还是共产主义。所以政府参与呢，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不被允许。是不是升国旗？这个我不好评说啊，这个古代没有，这是现在才开始有的。你说它戒律上有不有？我也没有看到戒律上不允许，也没看到戒律上允许，我就不评说了。下面一个问题。在您提到的投资商主导海外华侨华人，除了在经济捐助对管理形态有什么样具体影响，以您的观察看来，十方丛林和紫森丛林是否各有偏好的管理类型，原因是什么？华侨华人有经济捐助对管理形态有没有什么影响？应该说有影响，因为华侨华人就包括着佛教徒甚至佛教的出家人。中国的佛教的寺庙的管理其实也借鉴了香港台湾的管理形态，所以肯定是有影响的。一种好的管理模式它是超越国界的，
因为佛教已经是世界性宗教，所以海外的华侨华人你捐助的越多，然后对中国佛教寺庙的影响就越大。然后海外华侨界的要出的著作，你的演讲，你的说法都会有影响。这个影响有多深，从要有多长时间才能看到这个影响，这就是不一定的啊。那十方丛林和紫参丛林的偏好的类型啊，十方丛林呢和紫参丛林差别在哪里呢？十方丛林可以接待来访的来游学的僧人，紫参丛林是不接待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挂单。因为佛教界的佛教的观念认为，天下的寺庙是天下的僧人所有，不是说你香港的寺庙我广东人就没份，广东的僧人到了香港去照样可以在香港的寺庙里面吃和住。那佛教寺庙里面有一套严格的规范，有知客来咨询你，你去了之后你报你的家门，我是什么派什么宗的，我的师父是谁，我在哪里出家的，我希望在你这个寺庙挂单。那如果寺庙里有住的地方一般叫云水堂，那就接待他安排一个职位给他，他过了半年他要离开，在这里吃住寺庙也包，离开的时候还要给他路费，这叫佛教寺庙叫挂单，就是达挂。那现在一般城市里面呢，因为这个资源都紧张，再加上北方来南方的这个和尚们有挺多的出家人，所以一般现在寺庙是接待外来的挂单僧人是三天免费吃住，三天之后你都要另找地方，除非你跟这个方丈是认得的，你的师父跟这个方丈很熟，就是要来这挂单，这也是可以的。那所以大家到寺庙里面看了，很多寺庙写的止单两个字，停止的止，单位的单，就是说我这个接待的场所已经满了。紫参丛林呢主要是偏向于自己石头之间闭门的清修，十方丛林大概是要向外面的开放，接待十方的僧人和游客。当然现在紫参丛林也接待游客啊。管理偏好呢肯定是有一定差别，一个要接待游客你就要有招待所叫做云水堂，你就要有知客。那紫参丛林那是小庙，就不需要接待外面的，这个接待部门可以省掉，那管理就有一定差异，它是个堂口的差异。因为一般的十方丛林会设大知客，知客就相当我们这个一般单位的接待处处长副处长等等。好，这是这个问题，简单的说一下，不一定正确啊。下面一个问题，请教何教授，这些不同管理模式的试验，在其对互联网佛教传播和管理有何影响？无论哪种模式的管理寺庙，对互联网对网络传播都非常重视。越是那些政府部门或者公司经营的这些寺庙，它越重视网络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网络，特别是手机端的正传播非常重要，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现在一般寺庙有网上烧香、网上捐款、网上放焰口、网上跟先人供骨灰牌等等，都可以在网上办理。比如广州的光孝寺就有这个，它的场景虚拟场景都是跟实景是一样的，大雄宝殿有大雄宝殿，你在那里礼佛献捐献捐献就是扫二维码捐款，然后这些整个都有。所以呢，网络传播对寺庙的管理是非常重要，每一个寺庙都几乎成立了这个网络的相关部门，有些部门一般是由弘法部来监管。要我在那里帮忙的大佛寺，那里有个岭南佛教研究院，我们也有这个公众平台，也有公众号，所以每个寺庙都在网络管理方面花了很多的精力，这可能是一个发展趋势。下面一个问题，何老师您好，听到您的分享，认识到佛教寺庙管理和想象中很不同，感觉管理水平比外面的公司可能还要低，请问除了因地制宜多元化，目前学术界具体的相关管理研究吗？学术界对佛教寺院的管理来说，老实话，对历史问题研究的多，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比较少。少的原因是因为研究现实很敏感，其实我都碰得头破血流，幸亏陈教授保我，
这个帮我帮了一把，在我这个落难的时候。所以现实问题很敏感，但是呢，这个需要人去研究。我想呢，以后随着研究政策的宽松，会有更多的人去研究。管理水平是低还是高，不能一概而论啊。比方说，日本的公司的中层经理，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都要到寺庙里面去禅修，听师傅开示，就说明佛教的管理，它和公司的管理有互补。佛教管理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呢？佛教不是仅仅管理你的行为，是管理你的心。一个人的行为语言是由心来决定的，所以管理了你的心，行为语言就自然而然的合乎规范。所以呢，《金刚经》里面说的要降服其心，管理好自己心，才能管理好其他。所以佛教的管理有它高明之处。问题到了今天，怎么样的管好自己的心，这就需要有高明的师傅来带，而不是靠出很这个强硬的外界的措施。因为佛教里寺院的师傅是每个人都在修行修心，所以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心。在这里参禅打坐是为什么呢？观呼吸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心，让念头不要起，要妄念慢慢的减少，正念慢慢的增多，这样自己的心太平和了，行为就会平和。这一点呢，是企业管理也在不断借鉴的，这是佛教自己的管理的宝贝，要发挥。但是现代社会人很浮躁，和尚们也是人，他们还没有成佛。很多人问我说，和尚们有，我看到有吃肉的，也有什么娶老婆的，我就经常说了，和尚们是专业的学佛人员，我们是业余的，业余的一般讲比专业的水平低，但是有时候有些业余的他根性好，天赋好，他也可能更好。所以呢，我们要从凡人到一个开悟有个过程。他佛教的管理就管好心，佛教的整个戒律你看就是要让自己心得到平静，所以这是佛教的这个长处。佛教要发挥这些长处，但是也要学习企业管理的一些具体方法，但是不能丢掉自己的管理成就，这是我的观念。下面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广东大佛寺要开始佛教英培养佛教英语，已接受尼宗吗？这个我们的报名已经结束了啊，本来在3月28号吧，好像是截止，报名已经结束了，我们只打算招收60个人。结果报了300多名啊！临时如果有兴趣学的话，可以我们私下再联系吧。我们要等疫情稍微解封之后，现在广州的寺庙还不开放啊，关闭，我们才开始来面试淘汰。我们是可能要淘汰众多的人，刚开始以为没有多少人学，现在看到很多人报了名。您如果有兴趣，可以我们私下再接触，跟你再沟通。下面一个问题，唐代百丈禅师定立丛林清规制度，请问如何应用丛林清规与现今寺庙管理？其实现今的寺庙管理主要的管理的模式还是丛林清规啊。比方说我们方丈住持，然后呢两序，东序西序，有首座有当家，这些还是按照这个百丈清规设立这个整体框架再来。每年的年初五三的时候是请职，就寺庙里面这些中层干部到了年初年末就要自动辞职了，然后年初方丈在那一个请你做什么，说聘期是一年，这些制度其实啊都是丛林清规规定的，只不过今天在有些改革，但是主体还是清规。下面一个问题，何教授您好，有没有这么好的管理方式案例，同时不是被台湾佛教各名山宗派采用的？刚才方式案例，刚才我举了本书了啊，这个比方说寺庙规约，这就是高明寺。高明寺是禅宗最著名的寺庙，它的管理规约，每一个寺庙都有自己管理规矩。我们可以比如说天宁寺，
这个大明寺他们都有。这些皈依呢，今天来说呢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内地的啊。然后不被台湾佛教各名山所采用，我不知道不被台湾佛教各名山宗派所采用是什么意思啊？就说管理案例，其实天下的佛教寺庙，特别是大乘佛教管理，大概就是基本的内核是相同的，只不过形式不太一样。那么上座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小乘啊，其实上座部他们都不能称为小乘，一般称为这个上座部，他们的管理的稍微特殊一点，其实也是基本经式是相同的。那没有被台湾各名山采用的，比方说那些说一些有部一经法师翻译的说一些有部那些方法，应该说不仅没有被台湾和宗派采用，汉传佛教也基本上没采用，我们采用是这个四分一的管理模式。这个问题，好的管理方案，我不是很明白啊，是不是哪个寺庙里有什么方案？现在是大陆在向台湾学习，因为大陆觉得管理落后台湾，当然台湾管理也现在也出现了问题，你们也能看出来。应该说，天下的佛教，他都在相互借鉴。好，下面一个问题，请问教授如何看待乡村组织在寺院的理事会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这就我说的这个深商合作形式啊，或者僧人或者商业管理的乡村组织在寺庙设计师的理事会，在内地叫做寺庙管理委员会，叫简称寺管会。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乡村组织他在寺庙的建设过程中，他出了很多资金，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成立有理事会，这个可能就有他的一定的原因。但说你说是否合理，问题是合乎谁的理？肯定不符合我们当今内地的政府的管理规范，也不符合佛教的传统的管理的条例。下面问题，请问老师，老师研究的佛事都是注册为汉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是吗？那非注册的但算是佛事多不多？什么比例？这些非注册的是什么管理模式？非注册的第一个是小庙，比如说每个村有个观音庙，它很小，它几乎没有人，但是观音诞的时候呢，他会有人到那里去祭祀，也有人施钱，所以这就是临时会有村里的人去管这个庙。那这个庙呢，大概现在就纳入这个民间信仰了，就没有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那这样的场所呢不少，还有一个就是建了之后认为不符合宗教管理条例的，没有给他登记的，这也有，这种比例不是很大，但是小庙确实很多。因为现在宗教局呢，它设了一个专门的处来管理民间信仰。我们知道民间信仰很多呢，其实上是道教佛教分流出来的。比方说观音殿有很多地方有，那么道观里它也有观音，那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如佛道都有这种小庙，所以它就不是正规的佛教寺庙。还有些小庙呢，它就没有出家人在那里，但是呢它有节日的时候又和大家会聚在那里，这种呢就是你说它注册了没有，它又没注册，但是它实际上有宗教活动，这种还不少。下面一个问题，佛寺有七种管理模式，各种模式占什么比例？例如广东省的僧主导的是 10%、20%， 全国呢？再问僧人多住在哪种类型的寺院？用百分比回答，僧主导的寺院僧人的主导权是多少？方丈的条件如何？僧人主导寺院相关政府单位还是会抽税？我先说最后的啊，寺庙的一般是免税，
但是如果寺庙里有经营的景点，比如说你餐馆还要征税，但是呢这个前几年寺庙经营的素菜馆也是不上税的，因为在大内陆内地有个专门词叫做自养寺业，自己养活自己事业，就是在早期的佛教寺院呢有时候要靠政府的拨款，那政府就要鼓励寺院自己要养活自己，就要自养事业，比方说法务流通处啊，卖佛像卖那些法务，那素菜馆这些呢就是自养，但现在呢政府又觉得这些素菜馆你都要交税，你在经营，所以广东的很多寺庙的素菜馆的税务部门经常去找他们的麻烦，那有些寺庙就把它关了，比方说光孝寺原来叫甘露坊，寺庙这个税务部不能去找他，那明生大和尚觉得很麻烦，就是在17年的时候就正式关闭了，现在比方说六龙寺大佛寺还有，但是防御部门消防部门税务部门也经常去找，现在还没有要他们交税，因为全世界的通例，宗教场所的活动都是免税的，像美国的房产税是要交税的，宗教场所是不交税的。好，僧主导和这个其他六种模式各占多大的比例，这个我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能不好在这个系统私房，但是呢僧主导呢应该是占 60%-70%， 其他只是占 30% 左右，数量方看啊，大致的数。好，下面一个问题，何教授您好，您刚刚提到寺庙重视在互联网的传播，请问今年三月份互联网宗教管理法出来后，目前造成什么影响呢？的确有影响啊，这个影响有多大呢？还得要观察，因为现在这个宗教互联网管理条例出台之后，就说你要去登记。你这个不是宗教部门的就不能在互联网上传播这些宗教的知识，这个是有影响的，而且呢很多词汇被过滤了，这个可能会让很多的网站，特别是不是寺庙办的那些，会要关停转。那至于怎么样的效果呢，我估计很中国人很聪明，因为你要这样的话，我会转变一个方式，可能很多的这个网站原来本来是跟寺庙没联系的，会挂靠到寺庙的下面去，这是我的预测，不一定正确，因为这个事情还在观察之中，所以我不好下结论。下面的最后问题，老师您好，对于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僧人该如何面对？如报资料受理30个工作日，部门完全不是宗教管理条例，不给理由也不受理，打电话也会被制止，不受不能咬牙吃黄连，这种现象在基层很多，我知道。按照宗教条例说30个工作日，这个如果不受理就要给你一种说法，他可能也不给你说法，这个有很多原因啊，因为到了县一级呢，县里的宗教科可能只有两个人，而且那两个人还是兼任的啊，他们在政府部门中也不被重视，如果管理宗教的随便人都可以去，转业专业人没地方去了，就搞到这个宗教科去，说他根本就不懂这个政策，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也不安心，那这种现象很正常，打电话投诉可能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呢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找上一级的佛教协会，请上一级佛教协会的比较有名的那些大德们来帮你出面，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源很丰富一些，如果你仅仅在当地，那真是投诉也没用，你投诉了之后还会跟政府部门结下梁子，你下面再去办事的时候更困难，所以我的建议是找上一级的省的和市的佛教协会跟你去想办法，这个可能会既不会结梁子，又可能会有些解决的希望。好，时间我看也差不多了啊，我就对回答到这里，谢谢。时间差不多，对，谢谢，感谢我们何教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很精彩的在问答环节里面一一的给我们观众解答哈，而且也非常的详细。那么我想
在何教授的讲义里面有一点地方他刚才稍微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寺院的管理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物的管理，其实人的管理，但是所以这要管人就是要管心，然后把自己的心管好。好，所以我们说常常在强调就是所谓的心的管理了。那现在很多寺院是对于那个建筑啊、殿宇啊、乃至于档案材料、固定资产等等多方的去做一种制度的管理，但是就人来讲，尤其寺院就是在培养僧人、培养弘法人才、培养度众的这些僧才了。但是往往这部分就目前还是比较欠缺的。那另外在管理方面，这个圣凡同居考核诗句，那么何老师也引用到了台湾佛光山的续集制度的这一个方面，希望能够借这样的这个有益的尝试可以借鉴。那的确有时候你没有一个标准的考核制度的话，凭个人，像刚才有举到这个我们的长老，因为可能他会慧眼识英雄，他可以判断的准确，但是有时候僧尼中也会鱼龙混杂嘛，真假难辨，所以有时候这个也会失去一个准据，所以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考核标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考评制度、淘汰机制等等。我在研究星云大师的时候就一直强调，星云大师说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住，为法所依，而且他也说他从开山之初啊，他就开始对于人事管理制定的所谓的序列等级，就是这个刚才何教授所讲的序级制度的这样的一种奖惩制度，职务的调动等等都会有他的实际的规范。那么何教授他这个所提出来的这七种类型呢，其实他早在2014年他就提出来了，他是依照这样来去做这个广东佛教的一种田野调查，这种理论依据这种管理模式，他早在2014年就跟应该是跟社科院的季华传教授吧，你们一起合作写的这样一个文章吧，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七种类型。那其实这个七种类型早就当时何教授跟季华传教授两个人一起合发表过出一篇文章的了，那么这个其实是以学术 的这个提升增长都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我们可见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 model 出现了，然后再实际做田野调查。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何教授精彩的讲演，不但如此也让我们了解到现在我们的佛教寺院管理其实很多在政府跟寺院的这个关系中有一些边界它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这一些可能是宗教事务跟宗教事，刚才何教授一直在强调政府相关部门不应该过度范围的加大了，所以如果涉及到宗教事务的话，那可能政府可以进来，如果是自己法会自己宗教的事务，乃至于这个住持方丈的任命，大体上政府不要管啦，还是让我们佛教这个自主啦，这样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个是给佛教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乃至于佛教有他自己的戒律清规等等，依照这种戒律清规来执行，来弘法，乃至于来自利利他等等的这样一个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应该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佛教寺院，这尤其是管理权。好，那么大体上我们给这个何教授给我们的是这些方面的讯息，我想就如同何教授所说的，要继续再探讨，可以再继续深化，因为这两三年来也就停止了这个填调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没有办法再继续，有很多材料可以再继续跟进，继续发落下去了。那以后有机会，我们想如果何教授有再更新的资料，更新的研究发现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再请到何教授来给我们做这样精彩的讲演。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何教授，请问何教授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讲呢？再讲两句吧。没有，谢谢，感恩大家牺牲休息时间来听我。是，对对对，感恩感恩，谢谢各位观众，然后我们今天也很非常感谢何教授的讲演。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此为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一梦。好，谢谢各位，
感恩何教授，好，谢谢。那接着预告下来三场的人间佛教管理系列的专题讲座，包括佛教四禅与中国社会，建构企业家精神，探索宗教的影响机制，还有当代佛教组织管理的蓝海策略，以佛光山教团和法身寺教团为例，欢迎大家到时继续参与。那今晚感谢何方耀教授非常精彩丰盛的演讲，谢谢陈教授的说明和观众热烈的参与，那讲座就此圆满，多谢大家，祝各位法喜充满，再见。好，再见，再见。